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贝。在今天的视频，我想跟你们学习这本课本，就是发展汉语高级阅读这个课程。我已经学到这一章，这一文章一，哦，这三章里的文章一，对吗？OK， 宗悦大师，我不太知道。他是谁？好像我很快就会发现他是谁。也之前我学过的。哦，我用这个颜色的笔，这个我还有这个颜色的笔呢，我也许没有吧，是这个颜色。这是红色的，这是什么颜色？深红色，也许我们没有，现在没有这个，这种笔，标记出生词，好吧，就是很久以前我学习这本课本的时候就搁在一边，就是在房间里我有一大堆课本吧，OK， 松野大师是谁？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穷，自己身体又弱，好，母亲有时候，想让我去上学，又怕我，受人欺侮，这是生词对吧？欺侮，我这个不对，不理，受人欺侮，就是别人欺负他。侮，这是侮辱的侮，对吗？更因交不上学费，所以一直到九岁，我还不识一个字。但是母亲父亲为什么没叫他认识汉字？也许那时候识字的人不多吧。母亲虽然知道读书的重要，可是每月的学费实在让他为难。OK， 这个没问题。有一天刘大叔来了，刘大叔 OK， 就是姓刘的大叔对吗？他是极富的人，尽管他心中并无穷富之别，并无穷富之别，什么意思吧？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。哦，就是他没有办法休息，对吗？因为也许他因为总是需要，因为他的财富，也许他忙于工作或者需要处理他的财富，几乎没有功夫来看穷朋友。这个我不太明白，没有功夫。一进门他看见了我，孩子几岁了，上学没有？我问我的母亲，她的声音是那么大，她的衣服是那么华丽，她的眼是那么亮，她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 ，OK， 白嫩肥胖，使我感到自己那么渺小，对吗？渺小 ，insignificant， 对吗？渺小，就是这个。但是我写过的这个吧，应该是六级词汇 ，HSK 六级词汇。我的小屋几乎禁不住它的声音的震动。OK， 当我母亲回答完，刘大叔马上决定明天早上我来带他上学。
我来带他上学，就是我是那个孩子的9岁的孩子是吗？或者也许更大的吧。我带那个妇人上学对吗？学费书费。OK， 不是那个，我指的是那个妇人刘大叔对吗？刘大叔对吗？因为这是他说的，也刚才这是误会的一部分。大姐，你都不必管，你都不必管。我的心咚咚跳着，别提多高兴了。第二天我随着刘大叔去上学，学校是一家私塾对吗？私塾，这private school 是吗？这是私立的学校，但是是古老的，我认为现在没有吧，就是我不太知道，也就是私人设立的。这是他们的定理，私塾啊。OK， 私塾，我说的不对，私塾，就是私人设立的教学处所，一般只有一个教师啊，真的吗？OK， 我们去到这儿。在离我家不远的一座庙里，庙不太大，中间的桌子上摆着孔子的牌位，我不知道 ，memorial tablet， OK， 还不太明白这牌位是什么，可是也许我不用学习，这就会。就是表达尊重孔子的那个东西，这类吧。学生一共有30来人，好。老师是一位死板，这个知道。而又极有爱心的中年人，刘大叔和老师，寒暄的几句，也就是。说客套话之类的吧，说废话，就是寒暄的几句，这是不重要的，就是，但是你说什么，然后你可以就是acknowledge 之类的，就是承认别人存在之类的吧。而后，叫我拜孔子，孔夫子，拜孔夫，那个拜。拜是什么？就是礼拜的拜是吗？拜孔夫子，拜老师，我于是就成了学生。那个拜我不太知道，这个这个不太知道。自从做了学生以后，我时常到刘大叔的家中去，他的宅子很大，还有一座相当大的花园。此外，他还有几处店铺，每逢我去，他必。招呼我吃饭，那个招呼我吃饭应该是请我吃饭之类的吧，或给我一些好吃的点心。他是这个阔大叔就是宽容的意思是吗？阔大叔是吗？但绝不因为我是一个穷孩子而冷淡我。OK， 就是好像这个大叔还可以吧。自从做了学生，哦，不好意思，学到这儿。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，他已破产了，只剩了那个后花园和一些房子。
即使在这个时候，他还是喜欢做各种善事，善事就是善良的事情，就是为别人做好事之类的。你写这个我。为穷孩子办学校，把粮食给穷人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和他来往的最亲密。他办学校，我去做义务教师，义务教师叫什么？义务。不是选科，是这个义务吧，也许是那个意思吧。他施舍，这个不知道。他施舍。这看得清楚吧，我不想调整我的设置，否则就一切就会乱了。是说，用钱东西，这什么叫猪，对吗？穷人和出家人 ，OK， 是说粮食，我去帮忙散发。散发哦，这是 distribute 对吗？散发粮食对吗？就是给穷人散发这些粮食。看刘大叔那么热心，那么真诚，我也不在他辩论，只好也出力。出张，这个我没有遇到过。出张是哪里出现的？也是有遇到的。好，在我出国留学以前，他的花园也卖了。他和富人女人都女儿，都出张啊。OK， 就这里吧。出张。Become a monk now. OK， 出家了。以前他吃的是山珍海味，只丰富珍贵的饭菜等食物。OK， 穿的是这是什么绫罗绸缎。绫罗绸缎，这个我不知道。指各种精美的丝绸啊。OK， 我认识那个绸这个汉字，其他的不知道为什么。是那样吧。现在他衣食简朴。OK， 每日苦修。苦修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不知道。现在因为我用手机当做摄像头，这样我可以给你拍。我第二个手机现在没电了，所以我不能插次电。OK， 苦修，可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，笑声还是响亮的。我不敢说他对佛学有点深的认识，但我却知道他一定是个好和尚。他的学问也许不高，可他知道一点儿，便去做一点儿。好，这个看得到吗？这个。也许我移动这个吧，这比较简单，这个方法比较简单。好，没有他，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上学读书。
没有他，我也许永远想不起，帮助别人，有什么乐趣与，与意义。他是不是真的，成了佛？成了佛？OK。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的确相信他的心灵与他的，言行与佛是相近的。他是宗业大叔，就是他。OK， 他很有，就是曾经很有钱，但是他，把大批钱，捐给别人，穷人孩子之类的，就是帮助他，帮助，提供食品之类的。所以，最终他没有钱，但是也许他，他的牺牲大家都记住。OK， 下一页，下一页有一些问题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吧。OK， 刘大叔破产了，仍然尽力做好事，就是判断根据文章内容，排序。哦 ，OK， 就是。不是判断错，对错，好，这样，都是对的，但是顺序 ，OK，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，没有机会上学 ，OK， 我觉得二应该是第一个吧，我怀疑这个影响自己人生的好人 ，No， 我怀念，哎呦。应该是最终吧，就是最后的三，应该是最后的。OK， 二三，我第一次见到性格开朗善良的刘大叔。好，应该是第二、第三，我才知道吧。刘大叔很有钱，但热心对待我这个穷孩子。OK， 刘大叔，出家了，他是我心中的好和尚。刘大叔带我去上学，OK， 我认为四是这儿，以后我可以挑战。刘大叔带我去上学，去上学对吗？七四七，但热情 ，no， 这是五七，出闸了他，六一二三 ，OK， 这是一，对不对？OK， 二，我小时候因为家里穷，没有机会上学。好，我认为这是肯定是第一句。四，我第一次见到性格开朗善良的刘大叔，但是这个句子应该继续下去吧？那时候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四。五，刘大叔很有钱啊，应该可以吧？但热心对待我这个穷孩子 ，OK， 可以的，我认为可以。七，刘大叔，带我去上学，对。六，刘大叔出家了，他是我心中的好和尚。这个也许，OK， 有点难说。还有别的步骤，但是也许他们省略这些步骤。一，刘大叔破产了，仍然尽力做好事。OK， 一是六以后的句子对吗？三，我怀念这个影响自己人生的好人。OK， 这是最恰当的顺序。在我看来，我认为，OK，
我锁定这个答案。好，下一个练习的。根据文章内容判断正误，就是对错，对吗？OK， 哪个是对的？我妈妈认为读书很重要。有点难说吧。OK， 我认为应该是对的。但是你记得吗？就是小时候他不识字，妈妈为什么不教他？母亲有时候想让我去上学，对，就是对的。也许妈妈没有办法，不能给孩子教学什么。刘大叔经常来我家，不经常对吗？我觉得不经常，就是九岁的孩子，这是第一次见面，所以不应该经常，这是偶尔。刘大叔因为很有钱，所以看不起穷人。这是开始的时候有点那样，我看一看。尽管他心中并无重复之别啊，也许就是这个吧。可是他的财富使他终日不得闲，几乎没有功夫来看穷朋友。我认为开始的时候也许有一点看不起这些穷亲戚，对吗？也使我感觉自己那么渺小，对吗？我们的小屋。那你认为呢？我不是100%确定，但是我认为开始的时候是他看不起，或者至少你可以说看不起，是因为我和妈妈是穷人，所以刘大叔看不起我们，对吗？我认为应该是对的，但是我不一定。也许因为他是穷人，他没有时间和穷人打交道，没有机会，没有这我不太知道，需要学习他的生活吧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刘大叔是一个外貌很体面的人，对，非常体面的人。一听说自己有机会上学，我害怕的不想去。不对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有点犹豫不决，对吗？或者这类的吧。不是不想去，真的想去吧。不是犹豫不决，就是别提多高兴了，非常高兴。哇，我终于要上学，所以肯定不对，肯定不对。我的第一个老师是个好心人。我记得他是四班老师，是个四班二又极有爱心的就是这半句就告诉我们他是好心人。好，可是我认为就是按照我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，他们肯定不会说老师是不好心人。老师不是好心人，我认为中国人不会这么想。就是按照中国文化，中国人应该特别尊重老师们，对吗？刘大叔
破产是因为他不愿意好好工作，肯定不是。我也帮助刘大叔做善良工作，这个不对吗？就是自己的自己做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，没有帮助他，就是因为他是和尚，他变成和尚，对吗？这个不对，这是我的答案。OK， 好的，下一个练习。这OK， 根据文章内容选择正确答案。OK，A、B、C、D。OK， 母亲没让我早点上学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身体不好，不对。交不起学费，对。怕我被人起舞。OK， 年龄太小，不对。OK， 他说的是这个吧？有两个原因吧。更因也许那个更看不到。这儿。母亲有时候想让我去上学，又怕我受人欺侮，更因交不上学费。我认为答案就是交不上学费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原因，对吗？最主要的原因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，最主要的 C。你没有钱，无论如何，你没有办法，对不对 ？OK， 文章中没有提到刘大叔的，没有提到刘大叔的。OK， 衣服不对，身材他们说，我认为眼睛也说，什么？没有提到。OK， 我们再看一遍。OK， 衣服是肯定的，就是那个这个说法吧。哎呦，我的笔就飞走了。就是这个说法，我不知道。绫罗绸缎 ，OK， 所以他肯定说，说过，提起了他的衣服，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，他的声音，他的身材，我认为他们说提起他们身材，就是孩子抬头往上看着他啊，那么高，我很渺小，他的脸和手是那么白嫩肥胖。但是他就是不是没有答案，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。这儿声音，这儿声音啊，OK， 那提起了那个吧，那是眼睛，答案是身材。OK， 我需要确认身材，也许我不对。也许没有说身材。OK， 那 C 是什么？身材和眼睛，身材和眼睛。这不是关于他的。没有。我去帮助他。那我之前的。
我也帮助那这是对的对啊，就是我帮助他散发粮食，对吗？他的脸上还是红红的，笑声，笑声还是这儿，这是声音，对吗？这算是声音，所以声音他们提起了，所以眼镜，眼镜没有，是答案。OK， 这是我的答案。刘大叔性格特别是乐于助人，对，十分幽默，他没有。他们这是一个玩笑都没开，沉默是什么？密言，我觉得不行，我知道，当然就是这个吧。足智多谋，其实这两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答案就是 C。关于刘大叔，下列哪项说法正确？他是我家的。穷亲戚，不对，他是富人，对吗？他最后出家当了和尚，对，他是，可是最终，这不是最终的，事情，如果那个句子你删掉，最终我肯定是对的，但是最后。我不知道这个。他是我的老师，不对。我有钱，才去帮助穷人，这不对。也B。最后，也许，这个也许这个最后。其实也许人生中都有很多事情，对吗？没有最后的事情，除了死亡以外。也许死亡是人们最后的事情。也许故事里的事情系列，最终的就是他变成和尚，就是当成和尚。我也答案是这个吧。谈谈刘大叔对作者人生，作者人生有哪些方面的影响？一个 OK， 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读书，我怎么说？资助他，刘大叔。我希望我还记得怎么写，哎呦，这样对吗？刘大叔，资助，我可以这么说，资助，我还记得怎么写字，资助，我，上学读。书，这会影响我的一切生活，对吗？影响，哎呦，影响，真的忘了怎么写，影响，OK， 那我查一下。浏览器，不是那个，是Hello， 我暂时关掉这个，影响怎么拼，怎么写？这是电影的影响，就是因为我好久没写汉字，OK， 不要那个，要那个。也许这个可以留在后。OK， 影响。
想，哎呦，这是，哎呦，这个音响真是，哎呦，我真的是笨蛋吧？音响，我的一切生活，而且也许他，也许我可以说，因为他，我怎么说，他参与那些那个，捐粮食的活动之类的吧，之类的慈善组织的那个活动，也许我也对这个感兴趣，也是因为。因为他，对慈善，慈善我可以写吗？慈善，慈善组织怎么写？组织，知识的知识吗？也许我有点 rusty， 有点弱现在。组织啊 ，no， 不是知识。好，这组织，因为他对像组织，付出贡献，我怎么说？付出贡或者参与，他对参与。参与放那儿还是后面？他参与，或者我应该说付出，贡献。也许我说付出贡献，付出贡献，是难对吗？难和全对吗？贡献，付出贡献。因为他对慈善组织付出贡献，所以，我也对，这些无私的，我怎么说？把自己放这儿。这些活动，这无私的活动，无私私怎么写？我真的有点弱啊。OK， 这个无私啊，当然了哈，也哎呦我哦。这样我确认一下，不对，哎呦，也许我应该说出 ，OK， OK， 左边是和对吗？右边是我不知道这个梦，这么的梦对吗？也无私的啊，无私的活动。OK，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写，但是这个可以吧？OK， 就到这儿。有答案吗？我可以确认一下。我不太知道我应该写什么，没有答案。也许 ，OK， 这是第三章最后一页可能有吧，没有答案吗 ？OK， 我会设想，我会
我就是自己认为我是对了。OK， 百分之百，好，分数不错吧？嗯，OK， 我继续下去嘛。今天我也上爱托比课，你喜欢再继续下去？好像我应该练习，就是练习写字，就是。Yeah， 我好久没有写字，所以我忘了。好，也许有点弱吧，很快就会。这个吧，说门。不太知道应该怎么走。也许在这个视频我们可以到这里。这个是这本课本，如果你想和我一起学习这本课本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，好吗？我们下次聊，拜拜。